结对哩，要唔到三个字，要唔到继续一个游戏，你知无？一个游戏结人做好呀！抓上的游戏，抓上的游戏，抓上的纸上游戏很有大波哦！哎，对对对对，啊，就是结人哦，性向无问题啦，性向无问题，对啦，就是像同性恋啊，不用不用，哎，谢谢谢你，哎，花木兰你知无？花木兰我知，一代父代父从军啊，他会他是啥物男扮女装，对啦对啦。飞天机，就是吼，你去飞一个三角形的物件，咧造造造造造。飞一个三角形，拢变卖瓜卖瓜。飞天机不会结三角形的物件。造造造造，哎呀，毛来时阵它就飞起来了，飞起来。飞起来，归个意啊，归个意。他有讲在理在理。三个字。在理就是一个飞机看到一个三角形的东西会飞起来。你不是飞机哦，你无能，你无能，你无能，你这三个字。学历的嘿，飞机哦，纸飞机。你来用红的，你刚低头啊？啊，华特兄弟，没大错吗？第一个字是兄弟发明的下面名家，飞机。嘿，哎，一时没电的飞机掉下来，没电的飞机，没有电的飞机，滑翔翼。谢你，七个字。嘿，一起形容吼啊，我直接胸没加水。啊！那外那个大来管理员想跟他交往的，啊，交往好了吧？我的妹妹很漂亮。对，要不跟那个大来管理员就介意呢？大楼的管理员很喜欢你妹妹。嘿，他叫我好改尬手啊！情人眼里出西施。我刚刚好啊，一刚好母亲呢，我另外带阿妈吃。大姐啊，我宁愿好把我香梅介绍给我的兄弟啦。你妹妹也这哇，这关系很复杂，很难出啊！你大楼管理员很喜欢你妹，但你妹觉得你弟比较好，然后你妹跟你弟就交往了。我尴尬，怎么尴尬？哎，大楼管理员刚换好母亲。哦，你觉得那个大楼管理员不好，不适合跟你妹交往？对呀，我宁愿把我小妹盖小后来后。你消妹，你妹妹 K 笑了，是不是？你妹妹 K 笑之后跟那个大楼管理员在一起。大姐，啊，你说好了啊？你被那个什么种米的，对，你被种稻米被种哎，种米的时候，要种的漂亮，要好的水。对，好的水。就说水上给狼，哎，另外一种狼是家里狼。什么都站在狼。水出水芙蓉，哦，你叫人家什么？水就上诶狼，很瘦的人。另外一种狼是啥物狼？胖。哎，另外几高多板？肥。嘿，肥虾米？肥水不落外人田。啊，厉害！你要不要猜到下一块五啊？哇哈！我就会叫少年，一号一家叫老人，老人啊！我们哈恭维时尊哈啊！我总想跟他贴薄呢。有代沟，代沟。啊，男女朋友之间吼交往，我会修几遍。做爱、上床、接吻。四个字。别太说了。修短，细节修短。细节修短。修短。修短是什么？有一个阶段，一个阶段。好，第一条，我你看，啊，我最爱你，哎，我讲啊，你陪来点花啊，我陪。欲擒故纵。是一个手段哦，修短是手段哦。我的是一个怪歌名，又是一个歌名。我好就爱你，要唔够好。我放后面。你好，看到八人的查某，你就爱伊，你就把他放袂记啊啦。我好就难过。五个字，我很爱你，可是你看到别人移情别恋。我的是一个歌名，一个歌名像唱诶。来，谁唱的？啊，就是你不带，你可以先点过了。宪哥唱的吴宗宪，宪哥唱的歌啊，觉得黑社会五级的游戏就是挖五级哈，挖五给你那个游戏叫什么名字？哦，真心换绝情。啊，在网络上面也有名的哈，就是刚好一件代志叫不打呢，要唔够哈，我想挖下哈，就比较简单的一个形容。他好像自己在讲，好烂哦，都没人听得懂。快点快点。
这个事情在网络上很复杂，不知道怎么去解释。啊，刚好就事情哦，比较复杂呢。要不刚好你上网哦，哎，就会有吼，五郎吼，五郎咖喱，一半都是国语啊。五郎咖喱，浓缩。有解答。你有没有考虑到这个节目打字幕人的心情啊？对，不好打。那个懒人包啦。嘿，好厉害哦，阿本好厉害哦。阿本厉害了，答对，七题。哇，太难猜了这个。